2月22日，有网友在机场拍到王菲、谢霆锋亲吻的照片。照片中，谢霆锋搂住王菲的胳臂，两人戴着帽子，双目对视，完全就是亲吻的样子。王菲穿着黑色衣服，内搭酒红色针织衫，拿着手包，戴着墨镜，天后气场十足。而今日，两人再次现身机场，王菲似在与谢霆锋说话，眼神十分温柔，两人含情脉脉，好不痴缠，更是连亲两次，难得撒狗粮。王菲、谢霆锋向来都是自带热点属性，更何况两人频频秀恩爱的瞬间，更是会被网友媒体追到毫无隐私可言。Just cut it.